啊，你也知道我们演戏啊，常常就是压力很大，而且呢生活不正常。新戏刚刚杀青，没日没夜的排戏作息，也让资深演员包振芳身体累出了问题。常常会头昏，然后呢恶心、想吐、冒虚汗。医生给我检查了以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原来我的胆固醇跟我的血脂一直在往上飙。那他讲说，医生讲啊，说如果我再不注意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有这种高血压或者是这个三高的问题啊。严重的话可能会中风。61岁亡羊补牢，包振芳透过运动来养生，吃东西也尽量忌口，并搭配健康食品复方358红橘磷虾油来辅助。大概2-3个月以后，我又去回诊，那个医生讲说，哎，好，包小姐，他说，你保持得不错哦，很那个，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忌口啊，还干嘛？我说忌口当然是有啦，但是问题看到好吃的我还是忍不住。好，那因为我在吃这个哦，红曲磷虾油，这里面的 Omega 3、还有 DHA 跟 EPA， 它可以照顾我们心血管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有葡萄籽萃取跟我们的维生素 E。它呢能够让我每一天气色都非常非常的好。年纪越大越要注重保健跟养生，不过包振芳也强调，选择健康食品不能随便，一定要经过卫福部的认证把关。请你一定要认明我们这个绿小绿人啊，因为它是经过政府的把关啊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红曲磷虾油呢，它有经过台北医学大学人体实验8周。资深艺人保养有一套，包振芳期许健康过生活，让他有强健体魄，为观众带来更多好的作品，活到老，演到老。